他这版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敌人好像变成是随机的，是我错觉吗？啊，我现在要去哪里？靠北，我是不是要跑很远？我就先解那个好了，先解主线好了。哎、欸，今天有录影吗？有的，有的，感谢大家。有时候会帮我寄东寄西。我听到那个、欸、太空毛怪在吐。太空猛将，牛肉堡中马铃上一汤勺酱油，感谢。太空毛怪在吐。谢谢太空猛将，太空猛将，你啊，因为你要帮，因为你昨天在那个，那叫什么？昨天在跟人家玩那个游戏，靠边。你昨天在跟朋友们玩那个游戏，我都一直叫你太空猛将。嗯啊，因为那边有太空毛怪。还有这是班生的整合资源。我是太空工程师，准备完成。啊！你吓到我了。啊！雷达，这是工伤。干，这个神印影响也太严重了吧？十寸。雷暴！电浆切割机满了、欸，这第三个是什么东西啊？近战攻击可以把敌人击倒，这么凶、啊？画一下吧。这把这么有，完全升级成功。Goodbye China, No China, Taiwan. You look so kawaii. 车站。Isaac, I'm losing you. Something on the crew deck must be interfering with the signal. I can guess what that something is.The crew deck is locked down, but the deck supervisor might have an override key. The last location I have for her is the gym.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install the singularity core on that shuttle? Not long, if no one tries to stop me. Hurry! You can't leave the marker in their hands. 设法前往行政级运输船，寻找通行卡，那、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而且这边他妈光癫痫，我吐，我要躲瞎了。那、啊、这是什么快乐战斗场？妈，弄得我精神耗弱。敢不敢出来？
Raycell 95171，感谢。哦，32万嘞，好不好笑？喂，嗯。零重力健身房，零重力健身房。Security card required。到任何地方我都挥两下。兄弟，大家还好吗？啊、你吐成这样，小心点、欸！哎、欸，兄弟，啊、你还好吗？你这个头好像很痛。啊、你们在洗澡？我要帮大家打醒，看会不会舒服一点。进阶工程师资源整合装置。我觉得这个游戏玩到现在，哎、欸，它这个怎么烧起来？老鲁第二轮可以装个女体 mod 吗？女体 mod 聊天是色色。现在有女体 mod 了吗？用动能模组拿起球，时间结束前把球射入圆圈中，完成的关卡就可以领取奖品。啊，这还有小游戏可以玩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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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干嘛？我都不知道。哇、哦，它会发光哎！不是啊，啊这个，哎。石村小娱乐室哎，这么快乐的，哎、欸，你娘鸡，哎，不是，妈的，在这边给我卑鄙锐举，妈，你想当球哎？说好的石村快乐区呢？卑鄙锐举！哎、欸，太空毛怪大便了，好臭！救命哦、喔！太空猛将救命！这要玩到什么时候啊？
Game over！ 储物柜现已开放奖励，恭喜！我被那个 Baby Rage 弄到了啦，不然我一定可以更高分。啊 ，Baby Rage 嘞，刚不是有三只吗？哎、欸，抱紧紧的女体艾萨克484跟萨姆斯一样可以色色。他应该要玩到六结束。赌十个订阅大哥，这个一定有成就，这可不能浪费。它这个发光是怎样？它发光的时候投进去十分哦。啊，我先投进去，它才发光，怎么没有算？餐兔自由配，感谢。他那个时间是 reset 还是叠加？我丢的越好，他分数他加的分数会越多。不知道，不过反正我快过了，好像其实还好。负十，过关，零重力篮球手已通过所有关卡，高分模式。哦，所以现在就是看你可以弄到最分数最高是多少这样，那还是要在这边玩一分钟。所以他的一秒是不是比较长？哎哎哎哎，我怎么不小心射了两下？尿急抖了两下，咻咻。哦，等个头插进去没问题啊。
啊，开门送好礼，所以我开门也送他一个好礼，给个节点还不错吧？玩游戏送节点。公共区域，而、啊、不同一区吗？没有差吗？怎样怎样？敢不敢出来领好礼？敢不敢呢？敢不敢出来领好礼啊？啊，兄弟，兄弟你放好，兄弟，哎、欸，这个兄弟是死来活。抱歉各位弟兄，我这个疑神疑鬼，我跟你闹诊。前往行政运输船，敢不敢出来领桃李？哎呦，转过头看到有人来领桃李了，怎么样？你想领桃李吗？桃李二选一，操！Dante，、欸、我们看到数字，感谢。敢不敢出来领？你这个趴这边，以为人家看不出来，好不好笑啊？啊啊啊啊啊！打不到，抱歉，角度怪怪。我发现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射击之后他死了，要电他一下，会比较容易掉宝。怎样啦？调查墨色宿舍，墨色宿舍在哪？墨色宿舍在那是哪里啊？三层哦、喔，然后去一趟三层哦、喔。哎、欸，阿总不要在一层哭啊！敢不敢嘞？刚刚怎么好像破图看到另外一边的奇怪东西？剧情呢、欸？大家好，他现在脸为什么这么糊啊 ？Mercer, wait, tell me, I want to understand.What is convergence? Huh? Huh? Hi. Huh? 我看到幻觉哦。啊！为什么他现在到底跟谁讲话？你在跟太空毛怪讲话？啊！怎么这边流血了？阿轩，哎、欸，阿轩，怎样？为什么这边破了？啊，那、啊、所以现在到底是怎样？我这是正常的吗？
他应该要跟个谁对话？完美呈现什么叫做跨丢笑哎？哦，我被神意影响了，这个黑黑的感觉。啊！贴心提醒：凌晨十二时拜天公，你家附近可能有小王八蛋放鞭炮打扰你睡觉。不是，先不管天公如何啊啊！我现在这个是怎样？我有感觉到被神印影响。请问是 S2 的跳怪技巧吗？但我不知道那个神印影响的那个幅度有多少。啊！啊！现在还有以上锁，啊！他又神印，你想要以上锁又看不到人，这个到底要怎么玩呢？他有自动存档吗？兄弟，你有帮我自动存档吗 ？Auto save 啦。怎么会这样？胖橘吃饭团，感觉。欸，不是欸，我已经第十章了，兄弟，第十章叫我重打，我可打不下去，很烦欸。Raw Fist， 感谢。啊，然后嘞？有没有什么兄弟要出来一下？而且他刚刚不是那个吗？他这个撞破应该是有一只怪弹出来扁我了吧？那我不是应该有东西跟他互殴吗？不是应该要让我送他一份大礼吗？哼，我看一下，我看一下。38分，35可以吧？苏苏，我看你还是回去打球吧。哦，这个地方还不错哎，这下面有两个肥肥，肥肥送好礼，然后再放那个，肥肥送好礼，绝对难不倒你。哎呦，肥肥，哇，爽不爽啊？教练，我你爽不爽啊？篮球，嗯，哎，抱歉。你爽不爽啊？
发现他这个这一把的那个直变都好弱，你好不好笑啊？你还换颜色，这把直变都不是很强。哎、欸，哎、欸，你断一只手还可以拔，很厉害。我们什么都不要动，我们一切都好一点，这样有了吗？有了有了，弹扑二耶！弹扑二出来了。Tell me. I want to understand. What is convergence? But you already know. Dead or living, we all feel the markers to purpose. Don't you want to be reunited with the people you lost? Hi.Mr. Temple has refused, but we're so close. 这死掉就是谭普尔吧？谭普尔变成怪物，应该跟他打架之类。When you put it that way, you and your marker can go to hell. It is slow death and stasis. 那好凶啊！ I think your death comes faster. 哎，阿将这是什么东西冲出来？哦，原来是你哦，再生者。好了，先这样了。终于出现了，终于看到好朋友。哎，兄弟啊，你还行吗？你加油！兄弟，站起来了。我想要去哪？我们下次见。哎，还有东西。哎，兄弟，抱歉，先这样吧。哎，他这个东西突然长出来，这样。会追我吗？这个。哎，那神印在搞。时常蔬菜养殖大比目鱼配地瓜薯条，好像很爽。啊，你们吃饱了？吃饱大不？尸体，我对一切感到抱歉。把他封了。那有吃饱无？干任务目标变成乱码。Asic。这里应该打架吧？这视线这么差，通风管又这么多，兄弟！哎，怎么点你？
哎，反不反的？I'm so sorry. 嗯，这个触手要去哪里打？石村。怎样？敢不敢出来领大礼啊？来领我艾萨科大礼包，存个档。这里可以吧？这应该是一个好存档点吧？先存一个新的。哎，那我存完档你就出来想咬我呢？兄弟，抱歉，记错了。啊，进步一下。狂躁幻觉暴力行为。也没有说错。要去哪里？这一区啊。哎、欸、啊啊！标准宿舍不是啊，现在要干嘛？哦，太臭了吧，兄弟！哇，这也太臭了吧！有野兽的感觉。啊！我要在这个野兽地干嘛？放赞！是不是有强狗？有强狗，小心！强狗，等一下又要让我重新体验这游戏，多好玩！哎呦！哎、欸，大哥，你还好吗？便秘吗？你大几天？哎呦，我靠！兄弟，不好意思。哎哎哎哎哎，友善，友善。我看一下仓库啊。是怎样捡宝？一个电池、欸，电池要插哪里？兄弟，你还直接冲出来？兄弟，我不知道这根插哪里。这桌子在搞我！哦呦呦！别别别别别！啊！开心的吓一跳，还有没有啊？
好像就是这样。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开心的吓一跳。啊！我最讨厌这种开后面的门的区域了。怎么吓的？不要！怎么吓的都不知道。满了、啊，靠北我挤满了。哎、欸，大哥啊！哇，他直接走到我脸上送好礼耶、欸！这高难度直接被你敲死。肥手大礼包，嗯，超难走之路。超难走之路加肥手大礼包，那、啊、这个怎样？这个破掉而已，在那边假鬼假怪。干嘛干嘛干嘛？真的会被这个游戏弄到精神耗弱了。不管去哪里，我都觉得怪怪的。五等盔甲，赶快给它穿起来。然后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开始疑神疑鬼，想说还吧，还好吧。然后再转过身，就又多一只了。又是挂号三挂号，卖。大富翁，摧毁豪华宿舍里的触手啊！那个嘞，支线在哪里、啊？这是他妈哪里？哦，跟我要去的地方是一样。死掉的衰鬼大哥那把大管的是可以捡来好好爽爽的吗？嗯，哦，他手上那个就是强力枪啊，我已经有了，被关起来了，啾啾啾啾哦！这种游戏最苦的就是你会想要找一个边边保护自己，然后其实那个边边旁边都有问题。
欸，他这边是要干嘛？No power 啊！船员笑，哈哈哈哈哈哈，受伤笑，哈哈哈哈哈哈。哎，老板 ，DVD， 笑，挂号笑。这里要插电哦。墨色医生的研究室。哎，神印。Shift. How are you? My mother. Whoa, she's my mama. How's she doing? She's dead, Nicole. They both are. She killed my dad, then herself. Oh. Yeah. The church. Hey, took the bodies before I could up. Oh my god. Oh, Isaac, I'm so sorry. Fucking told you. Stop washing. Stop it. Just stop talking. You said she was herself again. You said she would be better at home.Trusted you. Chen Lu. You might as well have killed him yourself. She was better. You told me to leave for the Ishimura. You pushed me to. You know what? Go to hell, Isaac. Nicole. I did. Oh God, no. Not her too.Isaac, it's me. I wish I could talk to you. She wanted to talk. I didn't. I'm sorry. I can make it right. I'm sorry. I can save us both. About everything. Ugh, 神印，神印在搞。哇，强力枪的升级。Log retrieved.这里太多神印了，哎呦我靠！气！哎呦我靠！那突然出现新的东西，我都会吓到、欸、我就是猫哎、欸，这些东西就是小黄瓜、欸。Dr. Brenner, let me guess. Terence Kine let you in. Shame he's not.He didn't understand how. 没事就跳起来呀。Represents a chance to cure death. Go on. These creatures, reanimated tissue, cellular immortality. I know we've never seen eye to eye, but I understand now. There's so many. I.Should have saved. So you came to me. Because you've learned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marker. I'm so close. I thought it must have the secrets that I need. You are a woman of science, not faith. Leave the marker to me.
autopsy notes. Very thorough. You'll need them peer-reviewed, of course. And poor Terrence isn't here to help you. Yes. There's only one man I trust now. Very thorough indeed. And useful. 可是看这个神印文字跟韩文也蛮像。 恢复完整，已完成。你们两个小鸡鸡要出来领我的艾萨克大礼包啊！ 你还在笑，兄弟，你还好吗？ 哎，你刚刚不是没有吗？怎么现在长出来一只东西？怎么刚刚没有，现在有？你怎么刚刚没有，现在也有？ 刚刚那个门还有什么？那肯定是要回去看看有没有宝啊！豪华值班双层床，哎，兄弟！喂，我靠！哈哈，角角，这是吉良吉影的那个反面吗？都是角角。 里面很多手脚哎，哇，帮大家整理这个货柜，里面还有 baby 哎，暴力，这好像其实没什么意义，加强剧情用的。 刚刚那边那个呢？对面这个呢？看一下豪华宿舍多豪华！哎，豪华宿舍的员工要不要出来领我艾萨克大礼包？难怪仙水会发疯，<笑>真的。 仙水是几个人格？我忘记了。是不是有36个？还是那是比例？3分钟热水，哎。 哎呦，吓我一跳！原来是一个晴天娃娃，帮你整脊，这应该是在那个吧，拉脖子吧。兄弟，你还行吗？啊，其实把那个头绑起来了，你看溃咖，你叫我拉到筋吗？兄弟，你不要，哎哎哎。 摧毁宿舍里的触手，啊？
所以进来这边干嘛？这边竟然开晴天娃娃，他这还切不断、啊。抱歉，我想要上面切不断，切看下面，看下面断。I'm so sorry 啊！等下这里面就没东西吗？我千辛万苦开这个。这个啦，嘿嘿嘿，哎、欸，兄弟，又是你，哥，欸、闪现哥，哎呦，闪现二哥，我操，这个怪叫退去，哎、欸，谁呀、啊？有种当我的面打我，嗯 ，A B 瑞。哥，嘿，我大脚一踩，跳舞。呜，闪人喽！什么声音？什么声音？这里要挺远的，应该没不会怎么样吧？嗯，现在怕的不是主要不是有东西冲出来，怕是剧情推无法推进。不是怪冲出来，是你他妈 NPC 出不来啊！ Carnage, 这个怎么看起来臭臭的啊？哥，你怎么臭臭的？王道征途，石村浩。这个看起来臭臭的，怎么会这样？我觉得这个比较臭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臭的，这个微臭，这个恶臭。笑了，请勿散步。大富低怀特，请勿打扰。哎、欸，大富低怀特，你要出来领奖、这个天生神力，这种沙发这样拍哦、喔，不愧是我艾萨克·克拉克。现在看我挥。哦，这神翼模型做的蛮漂亮。我作为这懒妹这么辛苦，他们这个神翼模型手那个信手拈来，不明机密已确认舰队位置。好，之后看。这边摧毁的那个洞在哪里？哦，原来还在前面。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一直挥吗？壮胆！是，还能跟你这样喷？哎，什么东西啊？壮胆！只要胆子大，怎样？干！哎，兄弟，兄弟，小心！兄弟，兄弟，
兄兄有弟恭。舒服，还钻一只那个，钻一只那个轰符，想要插那个，插那个那个尸体，真可恶。啊，旁边这两个是怎样？就锁住了。主管宿舍通行卡。哦，他好像要先从右边开，少校 V 霍特。哦，我没有主管通行卡，怎么办？哈，这是工程师水更室。妈，那预谋的不当行为即稿。这个，这个。主管，主管浴室，他、啊、还是他？难道他在这边吗？他洗澡带进来，放在他的骨间。哎、欸，真的哎、欸！我想说，这个设计上应该会这样才对。他真的带进去洗澡，可能有一点紧张，所以没有看仔细。要全团注意！哎，兄弟啊，走过来看到你这个黑色的特别硬哦。明天要上班，好不爽，给你钱。嗯、啊、嗯、啊啊啊、你多屌啦！你自己想想，你多屌，哎、欸，倒了。哎、欸，还是这个就是少校 V 霍特，他在这边睡得正爽，他们进来给他反。抱歉，少校 V 霍特，是吧？对啊。哎、欸，你怎么夹到喷东西？哇，夹到喷100块，超爽的。他这边有什么？哦。这里应该有那个吧，剧情一类的东西、啊、哦，还有送一个那个啦，这个是节点吧，还不错啦，新系有拿到节点，好，闪人，再来看一下要多臭。24岁，是个主管。你存个档好了。这是什么？哦，强力枪，好想玩强力枪哦！我以前最喜欢强力枪了，那喷出去的快感极佳。怎么聊天室又在讲什么放不放假、补不补班了？年假你做主，是不是想要当实况主的啊？抱歉，凯恩博士，刚刚没看到你，我先去捡宝。啊！
这不是伪王吗？资方就是一种即使知道补班效率奇差无比，还是要你来打卡的生物。可能有法规问题吧，或者有事情要运作。那你也当资方不就好了？当实况主，你就是资方，自己付钱给自己，既是资方也是劳方。这么舒服快乐的事情，当然是当实况主啊。什么如何？你后面那边那一大包，不然你先帮我把它打破啊。啊！开门啊！我现在破坏什么？菊花一松。上厕所了，欸啊，他人呢？他刚不是走进来吗？哇，他可能走这边出去了。叮叮叮，他是不是还有六级啊？这么硬的、喔、这个，我可以停十秒，我已经超越迪奥了。强力枪第一个质变是什么？重力井有更大范围，喷的更广啊！喷一下100，这把枪好舒服。Never show half 什么什么的。好了，受不了了，上个厕所。
前线请求支援，我圣火经典超难卡在11章，撤退不了，救命。哎呀啊啊 sacrifice 啊哎哎呀哇，我感到十分舒适，你舒服多了。为什么我看那个人家实况，不是实况，其实实况也有。我看人家的那个影片，移动速度极快，那艾萨克跟飞的一样。啊！唐突开扁，这么快乐？你怎样？想先领大礼包，啊，你又怎样？你又怎样？你怎么这么好？哎呦！啊，小心小心！啊！这是死光了。我还不错呀，现在他这一版其实那种突然喷出来的战斗桥段比较少，再怎么样都是那个。对，画面一黑，哎哎，开打开打，就战斗位置。两个乱吧。Ah, you have it. Now install the singularity core on the shuttle. I'll come help you load the marker. Damn, we're so close. Hurry. 兄弟，你还好吗？好了。兄弟，你还好吗？肯定是好了。这里怎么给这么多资源呢？真是怪怪的。这里除了给很多资源，还有很多战斗用的那个。真的用素材，到处都有爆破筒。啊！神印 ，The Marker， 我觉得我被影响越来越深了，我受不了了。开始觉得当 VTuber 好像比较快乐了，怪怪的，怪怪的。大融合，实况本一家 ，VTuber 跟 YouTuber 跟实况组有什么差别呢？没有没有，大融合跟大中天也是一样的吧。
那个声音影响越来越深，怪怪的。哦，原来是这个，这是什么？起点核心。哦，果不其然，是要打一场。测试发动引擎。So come on。怎样？是不是有人想要大礼包啊？哎，我就按下去。嗯，大礼包哥，哥，抱歉，等等，还没空。哇，这么凶哦！你想来领大礼包吗，哥？来靠背，卑鄙锐举。哦呦哦呦，好，很凶哦！哎，退去！哎，真是一场硬战。咦，我还有呢。那，我可以出发了没？杀死猎捕者，你要怎么杀啊，兄弟？你是杀了死的吗？哎，为什么？又明明瞄在他脸上，兄弟，你是不是要火烤啊？要过来烤一下，烤哥。吸不过来。烤哥这位置不错吧？这里，在这里。哎，直接站起来烤！哇，烤哥，爽吗？烤哥，整个烧掉了。载装神印，载装神印是怎样？要跑去前面那边唬他了。火烤就是美味。不是啊，神印，啊，神印原本不是在这边吗？跑到哪去了 ？Hello， 神印。啊 ？Where is my 神印呢？哎，神印不是就在那边吗？我刚刚记得他在那里啊，而我靠过去也有那个啊，也有特效啊。你看这个神印特效，啊？啊？
啊！考哥是不是把他绑在身上一起烧了？考哥，白痴游戏，我要气死了！遇事不决，先独挡，虽然可能要重打。我游戏是不是安装 不完全啊？为什么东西都会消失啊？那先是卡片不见，那两个人不见，那现在考哥不见，神印也不见了。我神印是没有安装吗？哎、欸，神，你看神印在这边啊？对啊。白痴，那就重打、啊。妈的白痴！好吧，先摆正好了。哎、啊，这游戏我安装是有问题吗？还是我有问题？这就是大融合吗？神印没有不见，只是变成了你的形状。我就是神印这样。哎、欸，他怎么少一颗？我、哦、在这里。这样丢都不会有事。哈哈，他这丢下去会不会怎么样？嗯？嗯？哎、欸，下去嘞！这是真的会下去的、啊。啊，吸得上来了，可以。啊，这样还吸得上来吗？这个角度。好像很困难的，不刻意这样丢，应该是都不会掉下去了。大家一起见证，不能只有我看到了 ，Marker， 看到了吧？都有吧？大家画面上都有一根红红的吧？好，我们先确定一下，我们进去考完歌之后再看看它在哪里。哥哥哥，考哥，大礼包，抱歉哥。神印影响好不舒服，会晕嘞、欸。哥，我去烧啦。我去考了。哎、欸、哥，哥啊是怎样哥？我有考到吗？好像没有哎、欸，再考一次。哎呦，考到了，考到了！哎、欸、哥，哥你怎么进来？哎、欸、哥，
没你的事了是。啊哦哦，结束之后是要触发这个动画，白痴。又是墨色医生在搞，原来他早就拿走了。原来是我打到一半，他就已经先拿走了。我刚刚才发现 YT 短影片的留言区一直拉卷轴留言会循环，我一开始以为魔鬼打墙了，他真的会循环吗？这么靠背吗？进入了一个时间循环。啊啊啊！鬼吼鬼叫！You read me, Mr. Clark. Mr. Clark, come in. Fuck this ship. You're alive. 巨大的破案专家。Kendra. Yeah. But every alert on the Ishimura is screaming. Critical damage to internal systems. The marker just ripped right through the ship. Something pulled it down the cargo bay. Kind. Pilot the shuttle to the hangar. Going after the marker. Of course. Amelia, quickly. Wait, Dr. Kine.That guy's lost it. He killed the captain. We can't trust him near the marker. He says returning it to the planet is the only way to end this. We've got to try. I'm heading to cargo. You ping Nicole's rig and tell her where to go. Leave it to me. Thanks. When I get the marker, we're all getting out of here. Faith 守护者过关。第十一章替代方案。这里是去哪里？设法前往货物区。哎，那个地方是哪里？我怎么对这边有印象？哦，那其实不用走，走这里就好了。车站，货物区哦。嗯，要不然你去弄啊，丹尼尔斯。Those things you killed, their biomass is pulled down in the cargo bay. It's recombined itself into. Well, it's something huge, and the marker's embedded right in the middle. How the hell do we do this? I've got the Ishimura's cargo cranes. They can move half a bay of mining gear, no problem. If whatever's down there wants to wrestle for the marker, I'm in. Override the safeties, and yes, it might work. But hurry. We're losing critical systems fast.门要自己关起来，这里面有石村，石村。哎，这里没有存档点吗？这也不是理论上都会放一个存档点，这么小气的人。看我的壮胆壮极！
妈来个 baby 瑞举。替代方案。这么爽，这上面就可以先让你看到一点东西。不过这个神影影响好严重哦，好酷。又是一场硬战。哥，你还好吗？哥，啊，这可以干嘛？是否启动通道桥？我在这边玩桥哎。怎么会现在都没有怪？他现在是资源收集时刻吗？哎、欸，锤狗，锤狗，抢狗，抢狗，抱歉。我原谅我有眼不识泰山。气到不小心拍到一个那个道具，就是可以来撞人的。兄弟，你还好吗？肚子痛，不如意就找小鹏。等一下，抱歉，我跳了一个很奇怪的成就，我看一下，找到小鹏藏品是什么东西？啊？啊 ？Pang。我不知道有拿到一个成就叫做不如意就找小鹏，啊，叙述叫做找到小鹏藏品，但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兄弟，啊，你怎么说出来就出来？不可能，超肥。你还好吗？我靠，这个神影影响极重，又黑又肥。这种黑色的怪都会变得比较硬。启动货物起重机。那怎么个启动法？哪里有什么货物起重机可以启动的？哦，这个。取货过程可能延迟。取货，取货，取不取货？这里应该有怪的吧？
弟，什么时候来的？也不打声招呼。这游戏很奇怪的是，那个大力金刚腿的伤害比手部痛，这种踩的比你在那边挥还来的有伤。欸、你干嘛？你干嘛？哎、欸，你傻小啊！为什么他会红红？完好无缺，还有啊，我说要把这个抬起来。这边还让你的那个通道变少。天哪，这场战斗还真不容易。哇，这关这个设计有凶。还要阻挡通道了。因为这游戏好像没有手榴弹，它好像最多就是那个步枪。步枪的副武器可以发射一发地雷。遇到刚刚这种一整坨的，那难打。结构受损。哎，这个门是不是怪怪的？这门理论上不应该先开呢？又有 bug， so many bug。石村浩，感谢您的光临。妈的，石村浩怎么这么黑啊？我又回到阿成的最开始的地点了，成哥，成哥，等一下这边存个档，干，怪怪的，怪怪的。可不能拿 CEC 的镇店之宝开玩笑。我不玩了。陈哥你还好吗？陈哥，是这样，阿蒙德在作祟。哎、欸，他这样怎么没死？
哎、欸。神意在哭哎、欸，刚好这边存个档，最舒服。哟呼，我靠！飞行甲板跑道，弄老半天终于开这扇门。夜运输船到了，终于可以回家了，哈哈。传奇说书人，啊、那个成就。靠北，我还要去装载神印。干，我还要再跑回去哦。说好的可以回家呢？这个爆炸物是怎样？你等下会有怪吗？哎、欸，这是什么？重力控制的那个图看起来也太怪了。有宝，这可不能浪费。怎么那么多爆破物、啊？直接爆破物放在那个。飞机旁边也太好玩了吧！电池哦、喔，这样电不够的。这个是这里，嗯，宝物我是捡起来的呢，还是飞走了？轨道控制，它神印在哪里啊？为什么要轨道控制？我哪没看到神印？
悟到了，神意好臭。这里还有个电池。哎、欸，速不到呢，速不起。这个不知道干嘛，就先放这里好了。理论上敌人应该蛮多的、啊，怎么没什么敌人？这么说来，崇尚神印的算不算滴滴的一种？卑鄙锐举！哎呦，我靠！哥哥，我想去哪就去哪。卑鄙锐举，哎，好像没有吧？哎呦我靠！哎，靠背，我把钱打飞了，把钱来子弹。好像好像神印旁边会比较有力，我离神印太近。There it is. The marker. The Sapiens are still on. I need to restore gravity before we can load it. Hurry, please. 恢复机库区的重力。好吧，绕一圈过去。臣妾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啊！凯恩博士，臣妾做不到啊！啊，凯恩博士 ，no！大家，凯恩博士抓起来，不用紧张，凯恩博士，我看看能不能带你一起走。I couldn't trust him with the marker. Kendra,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my department sent me here to do. Even if the Valor couldn't help me out like I wanted. Department? 你是哪位？I work for EarthGov, cleaning up a very, very old. 凯恩博士，哎呦。I told you and him in the Aegis Seven. 凯恩博士，我看能不能背你。The planet was one big government experiment. The marker, this divine artifact, it was built by. 凯恩博士有点难背。It's impossible. It's an alien world. The miners dug up the fucking thing. After it was planted here a few hundred years ago. 凯恩博士要放在肩膀上面这么困难吗？ They found the first marker in some crater on Earth. That one, that was real. Alien.Enough to inspire unitology. Ah, 好难，好难放。Our people studied it and reverse engineered this red marker. 还是能不能找个推车啊？ You've seen the result. The stuff of nightmares. I thought the old reports were just hysteria. 凯恩博士，我好像没有什么好方法呢。What I saw. They sealed off the whole system, buried the records nice and clean.Until CEC got greedy.
Those idiots tore Aegis 7 apart and woke up with the old research team left behind. So Earthgov sends you to sweep it all under the rug. Wait, what? We have to return the marker. If anyone else comes across Aegis 7... It was disappeared once. We can do it again. I've seen how the marker fucks with your head. It must be contained. For what it's worth, we made a great team. You'll find another way off the Ishimura. I mean... Hey, hey!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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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Daniels! Ah, 现在怎么办? 我们要调查水根室, 还有我们主线了。 啊, 凯恩博士, 我们现在这样要怎么办? 尼克出现。 Come in, it's Nicole. Where are you? In the flight control room. Please, you have to come up here now. 飞行控制室。 We don't have much time. 对啊, 我还有女朋友啊。 凯恩博士, 我带你去找尼克。 我可能要让你加一下速啊。 我感觉声音影响很严重哦，哔哔哔哦。凡博士，你还好吗？有紧张？你那个什么艾丽西亚还是谁？我陪你一起去找他，还有尼可。 等我一下。哦，这里太恶了吧！强哥，强哥，强哥，你是活的。 我们走，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尼可，尼可刚刚踢 boss。我想说他这么热情的迎接我。 You can recall the shuttle and remote pilot from here. Bring back the marker and we can return it to Aegis 7. You can make us whole again. I just want to. 又想要变，又想要厚了。啊，我们还有博士可以一起厚啊。博士送你。 哎、欸、哇哎、欸，博士叠不到你头上，你是不是怪怪的，尼可？你是不是没有办法被碰到？我觉得你怪怪的。神印建模比较慢哦。不是不是，你在这边休息一下。 有没有椅具啊？不是你那个脖子的角度有点奇怪，你一定是累了。我是好像累到不太能够坐、欸。哎呀，尼克，我们现在怎么办？ 有船来了，船来了！尼克，你看船又来了，船又来。我是你还好吗？
Never again. 博士吸不起来嘞。哇！博士一定是累坏了，而且他整个上半身插进去了，你看他的后脑勺在这里。哎，博士又可以了，走吧。我们一定可以一起逃离的，博士，博士，博士，小心！博士，你还好吗？你应该没有受伤吧？哎，这是什么？可以啊，完好如初。啊，与博士一同奋斗。博士为什么一直流血啊？你受伤了吗？你还好吗？博士小心！博士很多敌人，小心！博士你还好吗？哎呦，小心！大丈夫大，我是英明英勇神武啊！谁来都不怕。博士这个下腰哦，武力哦，腰间有力。来，你坐好。你坐驾驶舱吧。即将离开石村号，无法挽回，应该要所有进行这种支线任务，无法回头。把它走进去就结束了。那你先坐好。博士那个，没什么那个呢，没什么教养哎，这样躺应该还可以吧，还可以吧，蛮舒服的吧，你躺好吧。我去找地方存档。存一个如果要解支线比较方便的位置。再过去应该就12张了吧，就要过关了。欸，主机库我这里啊。黑啦。可以可以，好，就这里啦。哎，走错了。要多久？他在读取吗？他怎么震动了这么厉害？博士，我回来了！哇，博士换了一个姿势。你还好吗？你好像很舒服哎。你怎么要前面跟后面有点反过来啊？你没什么教养，我帮你放好啦。欸，等一下出发要系上安全带哦。哇！博士是不是把这些脖子摔断？那你就先，你要系安全带，就这样吧，可以了吧？
哎，瞧个好姿势，不错啦，就这样吧，出发啦。说好一定载着博士一起离开，绝不食言。博士是不是痔疮破掉啊？夜破关了。哎，妮可要去哪？妮可回来啊，不是破关了吗？嗯，背叛，拿到一个成就。啊，博士呢？博士去尿尿，迫不及待，绝命异次元 ，Dead Space。博士可能那个吧。也有可能是休息站，他去尿尿，然后忘记了，忘记带他出来。上高速公路到一半，哎、欸、啊，怎么后面这么安静？博士，博士。用控制台卸下神印，等一下嘛。哎、欸，这也不就是最终决战场吗？所以刚刚那个运送神印那一段，其实就那个了，就已经是，就已经是最后一个。对啊，看起来就还有战斗要打。等一下再去找博士，他可能那个吧，还在尿。啊，这个不能动。那刚刚让我竖那个干嘛？嗯，没有啊，这边地图还很大呢，应该有事情要做。最终章应该还有杂兵战。而且也没有看到石村。妮可，你干嘛？而且你重置版真的比较丑。哎呦，我操，我操，我操！讲错话，讲错话，怪怪的。看天上有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又要比后？你怎么一直想要比后？
一天到晚想要 be all together 啊。要先把它踩碎啊。兄弟，不好意思，终究还是踩碎一点。回收命令，运尸体的工作，你会喜欢的。你的朋友就在神盾七号行星，小心别吓坏彩。石村，结束了，已经没有别的事情要做。这什么东西啊？小鹏，小鹏是什么东西啊？一件来自过去的怪奇神秘文物，在商店出售换取地球币，这是他们的什么彩蛋捏叉吗？但我不知道出处是什么。哎，啊，怎么多那五个没不能买？那是所谓的破关后六级甲吗？啊，记录在哪里、啊？一天到晚想跟我们艾萨克 N H R D R R A 20分钟哦，记录在这里好了。那应该是我之前的那个最终记录点，这是破关前记录点。哎呦我靠！兄弟，你要干嘛？你躲这里？不知道他想爬出去敲那些敲那個……哎呦，别别别！在那边给我走台步。不要晴天娃娃哎、欸！这里一定是好天气。哎、欸，阿兄弟你怎么了？睡相不好。嗯，哎呦我靠，哥，怎么这边弹一些杂兵啊？尼可嘞，尼可这样没问题吗？尼可，你怕吗？运送神印通过供应站，哦，我瞎了，好亮。GHFJ5678 天黑啊！这是在读取什么？怎么要这么久？啊，这个环绕型战场又是怎样？开扁！这个是那个吗？快乐的战场，一枪就倒。哎呦我靠，卑鄙锐举！
哎、欸，他从这边爬的、哦，哥。他是信徒，我也是信徒。相信我手上的切割器。哎、欸，我要去哪里开那个？萨克的神智就要奥米加，不是 啊, 啊，他一直想要运送这个神印到指定的地方啊，又要让怪跑出来咬我，没道理啊！还是那怪其实已经不受他控制，那怪不是应该排排站帮我把他一起运送过去 ？No ga Sunday 也是。没有东西。哇！一点点补给品，再送一个节点。嗯？这不能开啊！这个不能开吗？哎、欸，他会不会是那个从、啊、这边进去，然后给竖过来啊？竖不起。哦，还好我有多留一个心眼，这样就可以去对面耍。哦，很多补给品耶，很舒服哎。存战，他这一次重制版有完整的把那个留下来。你看这边写的什么？这边肯定是写着 N I C O L E。I S D E A A D 啊，懂了。Nico is Dio。It's okay. Hit test connection. What's it say? Power failure detected. Tether generator. Gravity control. One of the ground side gravity tethers. Maybe a busted. 交给我。看我的！哇，还有这么长一段呢、啊，其实也还好。战斗场地，这种完整的尸体先给他拆一拆，强狗，强狗！这边放双强狗也是很硬。强狗是不是少一条？强狗，你他妈还在那边演？上次就是被他演到一次。
我演的好不好啊？让你再看一次，哈哈。这也是中继点诶、欸，其实这边除了有怪以外，还有放那个算补品的商店。这是什么？火焰放射器。不知道有没有人打 Impossible？ 我看 YouTube 上面现在没有人打 Impossible， 终究还是太 Impossible 了嘛。啊，前面之前有全解才开的两局，这么硬。哥只是造型。这机器人。Now entering tether control. Cross contamination field engaged.好黑哦。怎么这么多这些有的没的？又是一场死斗，古战场灵儿那些。哦，嘿嘿嘿。不愧是绝命异次元。死斗区。那这个应该是插进去怪就开始出吧。我在前渊正装死亡空白键模组箱子里给我弹出一票英灵，差点吓死。这种游戏就这样没，就是用巨大的声响跟突然弹出来吓你，是我的。哦，这边要先拔出来打架，打完架再插回去。死斗模式。原来没有要死斗。我们要厚了，一直在厚。快乐电风扇。上去，过不去，过，我真棒棒啊！这，哎、欸，
我现在是打完了吗？总觉得还有。这样子是对的吗？既然不是一个恐怖决战时刻，既然就这样子出来了，还是决战在这儿。哎，哥还在那边，又想让我重来。哇，刚讲完。啊！哎呦！哦，啊，你还没死哦？按钮在哪里？我没有看到那个按钮。哦，就是这个了，哭啊！哈哈，按钮派对。应该不用那个了。还有一小段，哇，没有皮到，这么臭的吗？啊，那个旁边那个通风口一直让我觉得怪怪的。神经衰弱。这是什么？刚以为是一个婀娜多姿的裸女。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我已经沙耶之歌了。哎，原来是什么？普通强哥干嘛？强哥现在都想下了，下班啦，强哥。兄弟，为了让关卡一定进行的下去，他还在那个各个节点旁边放子弹。来，兄弟，猴哥，
我怕，我要等他到那里。酥皮的这，好，没事，自己吓自己，哈哈。最终存档点。臭的吗？我是不是要先把那个打破？又是通风管，几个通风管？哥哥，几个通风管？这踩得破吗？这个可以，我靠！功成神腿。加几步？我怎么没有看到那个比较亮的节点？好臭！天哪！哦，这个吧。冲啊！那这个嘞，这样子会破也可以。大力金刚掌。嘿嘿嘿，哥哥哥 ，Baby 瑞吉，病患记录，我好把它按掉。89550123，感谢。哎呦！哎呦我靠！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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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算死了吧？
Now reunite it with the pedestal. Wow, 要比好了。 哇，妮可好勇啊，直接走进去。 哦，我们又厚了。 重新启动细绳，赶快来hold一下。 这就是晕船仔的末路吗？巴士，晕船仔是认清现实。这个是神印强迫你产生幻觉，那是不一样的。或你要说 VTuber 是一种神印，那就没办法。那个皮儿，那个 Life 2D 的皮儿是一种神印啊，那就没办法。 Just do it.
欸，那丹尼尔斯怎么可以这么完全的那个对抗神力？他怎么这么勇？哇，他去哪边了？哦，肉壁肉壁，这边最后补给区，给你一些钱跟那个子弹。这么舒服的吗？这么补的吗？生怕你打不过，这边放的这个材料就一定会是那个刚好打得赢的数量。如果是高难度的话，哎，兄弟，你这个死的活的、啊，两个都死了。最终区域。哎，我看一下、哦，二四六八十，我拿个成就。二四六八十，二十个。哎，有了储物癖，仓库里面放那个二十五个东西，可以拿一个成就，哈哈。加的直接给你那个、欸，给你一排、欸，给你六个，这个成就更好拿了。好了，行吧。我不知道继承是继承什么，先存起来吧。追踪记录点。什么？尼克什么已经死了？我不信，我不信！哎呀！啪！やめなさい！这个补给品掉的也太夸张了，整个地上都是。哈哈 ，I am free。哇 ，Isaac 在重置版这么嗨啊！杀死蜂巢思维，
欸，兄弟，啊，现在是怎样？哎呦！天生神力就是不一样。这边一定要打五个阶段，好辛苦。哎呦！啊！这个站边边是没事，干！妈的，这个也太难搞了！这要先引他吐一个好位置。对啊，引他吐一个好位置比较好打一点。暗影吐两边啊！现在是这样啊？怎么你怎么吐中间？意外的好闪！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弱点张开给我看？虽然是游戏设计，但其实不是很能理解。哎，干嘛干嘛？香啊！无脑猎物，拿一个成就。离开这星球。你看我很大很硬，还有很多点点。你干啥叫？受不了了，什么都没了。我要回家了。啊，博士怎么办？博士就算了吧，不知道忘在哪里了，下次一定回来。一定退难退离，一枪通关，谢谢大家拿两个成就破关啊！来看精彩结局。
Isaac, it's me. Oh, I wish I could talk to you. I'm sorry.耶！精彩大结局，他没有不见，他还在，他活在我心中。你可是真实存在的。刚去厨房，天饭刚好看到一只老鼠在马桶里溺水给餐歌琴。这就是为何我从不特意去找 VTuber 的中之人的原因。不要叫醒我，我不想知道 RDRRCD。一个抖内各自表述。好了，破关了，还不错啊。作为重制版，当年的原汁原味，再加一点新的风貌。新瓶装旧酒，千年传统，全新感受。神印怎么让人变恶心生物？我忘记了，因为他刚出的那一段时间比较红，有比较多设定，然后有很多人去挖，反正就是外星科技啊，会建立这种东西，然后吸引你去过。刚才谁说结局感人？要仔细看的，给我站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很感人啊，大成功。好像会放出个什么讯号，让那个生命体认为这是一个能量还是什么的，这是一个可用资源，然后你就会那个生命体，智慧生命体就会把它取回来，然后就借此开始感染了杀，哈哈，整人大成功。神印表面有一种微生物，靠近神印的时候才会被触发。可能要去搜寻一下吧。总之，它有三代啊，三代算是有把那个世界观跟剧情补的差不多了。那三代结局是绝望结局，所以会不会出下一代就不知道。一代那时候刚出也是试试水温，做做游戏。结局是艾萨克跟尼克 engage 了，好哦。没有吧，他就是幻觉啊。艾萨克已经被重度影响了，住在他脑海中。他是真实存在的。难得续作都没崩，三代不行啊！三代被很多人诟病，主要是他就没有恐怖。确实，这个游戏只要加了连线机制就没有那个、啊，就没有恐怖度啊。像五代也是啊，20985导入了双人合作之后，游戏就没有任何恐怖感。他三代直接就变成了一款射击游戏，还要刷晶片。不过那也是迎合当时的市场趋势了。当时市场趋势这种游戏红啊，就会赚钱了、啊。所以这种游戏就一直出啊，多人合作啊，然后枪射击游戏啊，完美的就是那个那什么最后生还者嘛，那个时候还有 Lost Planet， 台湾比较不红，失落的星球、恶灵古堡嘛，然后还有这个、啊、绝密次元，都是这种第三人称射击游戏，然后配合资源管理。那个时候网络开始普及，连线相关的设计开始变多，所以就做那种连线设计。三代就导入了这个系统之后，就其实没那么恐怖，吓人桥段还是有了。
可是下人桥段其实都跟一代也差不多，终究就是你旁边多了一个人，那感觉有差。在那两个人看到不一样，他就那个啊，要两边都玩过一次啊，就是你要有一个知心好友愿意陪你一起玩得开开心心。我是觉得一二代都不错啦，一代当时是因为他是家机为主，他后来移植到 PC 操作很鸟啊，又卡，就所谓的优化差，最佳化不是很好。二代就很不错，二代无论是剧情还是游戏都做得蛮好的，恐怖感也足。就当年很多创新啊，你们可能现在因为民音很红，所以或许会有机会看到吧。但因为那是尖锐跟直面恐惧，蛮恐怖的。反正到二代后期，艾萨克为了要摆脱神印的干扰，他就去用一个那个手术插自己的马胶，很爽。那个你只要没有插好，整个眼睛就烂了，就即死系统。你如果玩 Impossible 在那边没插好，就重打很干。那个印象很深刻啊，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绝命之刃二代几年出的我忘了，好像111吧，还是110，我忘记了。啊，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创举啊！《绝命之刃》一代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 ，UI 很漂亮嘛、啊、，UI 就显示在你背后啊，然后那个武器子弹残那什么残弹量也显示在你手上，就 UI 做的很漂亮，也是当年很少见的系统跟设定。后来二代有强化了很多很多设计，恐怖感、啊。然后我二代最开始就在吓你了，超酷。一开始妮可就说我们要在一起，啊，醒来之后啊，醒来之后有一个帅哥直接在你面前变身，哇，那个很刺激哦。二代还有印象深刻是那个啊，自爆 Baby Rage 啊，哦，那个引起轩然大波，现在应该做不出来，现在做这个股价会掉，没人敢做。一个发疯的那个保姆在抱那个 Baby Rage， 直接被炸死，我、那个很刺激耶。后来 Baby Rage 就一直往脸上爬，是蛮恐怖的。就有很多很多现代应该不太有机会看到的设计，在当时很多、啊，还不错。要玩二周吗？我大概看了一下，二周会多怪比较麻烦，玩高难度可能还是蛮辛苦的。主要 Impossible 死了就没了，我要挑战一下。喂，中等一定是还好啦，因为他的那个。我要看一下继承的东西是什么。如果只是中等，肯定是轻轻松松。然后它主要是这样，我看了一下，第二轮的话会追加新的怪物种类啊，是种类吗？还是强度？我忘了。然后再会追加那个新的隐藏道具，你全部都收集到破关之后的结局会不一样，就会开开心心了。我已经全部看过一轮了，哈哈。这款搞 S 啊，你说 Speed Run 吗？以前就有啦，这一代应该还是有人会想玩吧？我看那个炫哥有玩啊，炫哥昨天半夜还是什么时候，我看他在玩困难模式，而且已经打得蛮后面。这其实长度没有很长啊。我那个 YouTube 有一些就是中等难度，也是打8个小时、10个小时内一定可以破关。你要 Speed Run 的话，练一下就好。箱子飞天。
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游戏当时也有一个印象深刻的设定、啊、就是你玩到后面会发现尼可的那个影片，尼可影片跟那个刚刚看到的其实差不多了。反正整个故事的流程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就有追加但没减少的感觉。啊，那个时候玩长头，游戏里面玩长头不常见，这个也是这一款也是当时的那个、啊、让人印象深刻的点之一。各章节长头好玩。总之我觉得不错，我看一下 Steam 卖多少，推荐大家爽一爽。啊 ，Steam 卖1600，那那倒是有点硬啊，有点硬啊。就是一个老价钱了、啊。可是他新瓶装旧酒卖这个收费就见仁见智。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买他的数位典藏版，数位豪华升级版有额外送外观，我觉得送外观不错，主要算是买个情怀，然后再玩个那个吧，新时代吧。我觉得这个年代游戏超过1200，大家就会考虑了。当然到现代人的那个价值观了。颅内瑟瑟，皮洛尼可思议，在讲一些我一看到早就会变掉的话。彩蛋部首套枪二代啊，二代的 Impossible 破关会送，这版应该也有，这版它上面有讲啊，反正你最高难度哈扣啦，哈扣难度破关会送那个武器跟外观。但我不知道这一版是送什么。游戏抽卡氪金几万几万再出，这个都是老话题重讲啊。这个游戏一来它恐怖啊，啊你又会晕，又要资源管理，又吓人，又黑黑的，啊你又要有一台电脑，要么就是 PS5、PS4 这样子。对不对啊？这些都是条件啊。啊可是手机就人人都有了，你阿嬷都有手机，但你阿嬷有 PS5 吗？你妈有手机，你妈会玩 PS5 吗？啊，就有差没？所以你的那个载体多啊，大家都玩手机，手机上面就会愿意多花钱。你说叫他买一台 PS5 再买一款 Dead Space 花1600，他可能不愿意。你说叫他买一台手机，然后在有手机上面氪金买一个什么什么剧还是什么 APP 要1200块啊，他愿意。就有差没？所以那个价值观差异不是说游戏多少钱、氪金多少钱，而是载体问题。你看，我们要这个，我们要先有一台电脑，还要有一台萤幕，还要有键盘跟滑鼠，还要有一台主机，还要拿个线插来插去，还要网路去下载。
啊你妈咧，你妈买一台手机什么都有了，不会就跑去问那个店员啊这怎么按，这怎么下载，帮我办账号，全部专程到好，对不对？啊你也是啊，你躺在床上没事的时候想要敲一下，然后拿个手机游戏出来舔这样，啊你我躺在床上突然想敲一下，爬起来走到电脑前面，然后把 Steam 打开，登入那个你的账号，开 Dead Space 来打嘛？不可能。享受游戏是需要很大量的那个资源的。你看 PS5 也是啊，你 PS5 在你手上你能打吗？肯定是不行啊。你要有那个网路线，有 HDMI， 有萤幕，还有摇杆，拔掉任何一个东西你都玩不起来啊。手机嘞，手机只要有电都嘛可以开，在上面随便看。对，我一下看台湾的，一下看欧美的，再看我最喜欢的日本的连续剧，啊，这样子可能也才几百块啊，这个时代差异嘛，这可能也是实况组越来越起来的原因之一啦。你看，我左边用买一台平板看日剧，右边拿我的手机看韩剧，中间在看实况组打游戏。我只要躺着，哈哈，就可以摄取大量的资讯。我还花钱花1600块买 Dead Space 回来晕自己跟吓自己，当我是白痴吗？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我要买电动玩具，吓死我自己，要跑到面前，哇，桌上没有卡片。我们工作关系还可以打、啊、你的话，垃圾游戏直接退款，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会到那个位置，所以你速度稍微快一点，胆子大一点，你应该还可以申请退货。哦，我们不行，我们工作。我的卡片怎么没有了？好啦，差不多啦，今天1月29，剩2天，我年假过完回初三回来之后，每天开台到现在，我要吐了。我可能休到那个吧，2月1号吧，礼拜三吧，我看。对啊，礼拜三，我们先，我考虑一下要破这个的二轮，还是打 engage。开烂，不然二月上半个月比较没事做，没什么游戏玩。2月15号后事情就非常非常多了，一路爽到6月。二月好多游戏耶，三月也好多游戏耶，哇，四月也好多游戏。买几款乐趣游戏送给我，我懂，喉咙最好了。买来看实况组啊，我觉得没问题啊。消费是一回事，把它打完是一回事。你有支持这个产业跟那款游戏，棒。但你要把它打完，确实累了一点。老鲁信我拉的 mod 出来，再来二轮流量密码，信我一把。不行啊，你想看的那种，我应该不能实况吧。云通关我觉得没差啦，但你不要这样子通一通之后拿去跟人家指指点点。指指，讨厌的是指指点点，不是你云破关，不是你看人家破关就觉得自己破关，是你看人家破关就觉得自己破关以后跑去指指点点。那就很烦。
看着实况组把你喜欢的或你有兴趣的作品打了一轮，开心，你身心愉悦，然后给他钱，他也满意，大家何乐而不为？但你看完之后去问人家说，我看那个谁谁谁打怎样怎样，你怎么打这么慢？我看那个谁谁谁打的怎样怎样，你怎么打这么快？你有在享受游戏吗？你什么场景都一晃而过，你花1600块买这个游戏就为了赶快破关吗？我反过来，他妈你怎么打他妈的那么慢？我看人家早就破关了，你才刚开始。你会玩游戏吗？你知道要射头吗？你知道射头没伤害吗？你子弹怎么那么少啊？那就很烦。好，已完成第12章，已奖励50000地球币，已获赠10个电力节点，奖励文字记录，进阶士兵资源整合装置等级6机甲已解锁。您的进度已储存，且已开放新游戏加功能。New Game Plus 啊！没有错，我先看参哥打玉玺玩，充满信心也开始玩绝命，喝个半死。谢谢参哥给你钱。因为他这一版的怪物的配置，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随机。就主要你跟着剧情顺顺推过去的时候，路上会遇到那个，遇到指定的定点的怪，那个配置是固定的。但你在探索的时候，就解支线的路上出现的怪是随机的，可能会被那个吓到。你很怕的话，你可以一直去看 YouTube 的影片，看看哪些地方会出一些有的没的。但因为它还是有随机小怪，你会被那个随机小怪吓到的。New Game Plus， 那、啊、这 New Game Plus 玩起来是怎样？将会继承先前游戏玩时获得的武器、物品、地球币和升级。以上物品可以到任何商店的仓库取出。你将面对新的敌人，也许还能发现新的谜团。哎，就是这样子。啊，他这个，哦，那其实要那个，其实我应该读回去11章。对啊，在带博士前，不过这样博士应该就带不出来了，因为我跑回去把全支线解完，跟所有的地图探勘完再解12。这样在 New Game Plus 比较省。那 New Game Plus 还要去解那些东西，我发疯。好了，我今天也先这样。哦，累了，开了5个小时。他就追加了一个那个收集品，全部收集完之后，破关的结局会不一样，哈哈。啊，那个结局呢，我也看过了。还不错。好了，我们2月再看看吧。Vlog D 毫无压力，生日快乐！今天就早早休息了。好，2月再说吧。2月我们再来研究研究要做什么。我考虑要先打2轮还是打 engage， 所以总是要先破关的东西。好啦，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再见。